最美最美，却为我失败。以为幸福最美最美，不过让我尝尝心疼的你。今天是我们107年度岁末超感恩顾问会员联谊参会哦，阿兰的小太阳办这是因为咱桂林汤底小太阳其实举办很多的活动，要感谢我们的志工啊，跟我兰呢会员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还有我们的各界给我们小太阳的肯定，所以咱今年今年一届。底下嘞，不会给时阵弄一办安尼参会啊，凝聚大家的感情跟向心力呢。我希望一年比一年，咱的豆香也愈来愈多。今年又比去年增加了，所以看到这侪人，我真欢喜。最后祝福大家2018心想事成，新年快乐，好运旺旺来。
乏味，你却为我盛开红艳花蕾。其实我的玫瑰极为最美，一起极为幸福，最美最美。想着你的影子，天天入睡，红玫瑰让我尝尝新的味蕾。伫今仔日开始已经迈向吼第三年，伫咧咱总理事长吼会带领，甲咱所有吼团队逐个共同来拍拼，啊加上咱顾问团吼，咱个林团长带领个顾问团强烈甲咱收听吼，咱无论伫会务也是各项活动，尤其是对咱吼关怀弱势即个工作吼做了非常个好，啊嘛受到咱地方吼
大家非常的来甲肯定。啊，而且吼，我嘛借着这个机会吼，来甲大家拜托，咱的曾理事长吼，伊伫即届吼，要来参选咱的议员吼，啊，要来扩大吼服务，互咱的大众吼服务的区域吼，会当更加宽。啊，希望大家吼会当来甲支持，互伊会当顺利甲当选。啊，而且我嘛祝今仔日的活动吼，会当成功圆满。祝福现场议会贵宾，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感谢大家，谢谢。谢谢，刚才那位主持人哈，干啥？小太阳啊，这几年来呢，咱阳光每一年拢有办这个每月的暗会，啊，咱会会以及咱志工，以及咱的顾问，以及咱团长呢，大家真用心，把这个小太阳。经营了优秀优秀，我希望讲啊，这个代志啊，会当永永久久，而且我厝里啊，会当当年啊来供应给咱小太阳，作为咱时代前辈的一个关怀纪念。阿里好不好？好。阿伯，我想听一下。今天讲咱理事长，担任了咱小太阳的真济问题一事，真济工作一事，我呢，伊伫外口嘛在操作，因为伊本身就是代表。而且，今年就是2018年，伊也有意思要参加咱南投县的县议员的选举，希望咱小太阳一定爱甲伊收听。阿里，你讲好不好？好不好？好。阮最大的量，那个小这小太阳啊，经营了优秀优秀。小太阳在南投县啊，阳光是一个足响亮的一个社团，也是咱理事长、咱的顾问团、咱的志工、咱所有的会员的大家用心。今年这个现就是新年头五年尾，而且祝咱所有的贵宾，今年啊，会当大家身体上良好，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大赚钱，感恩，谢谢。谢谢刚才的团队哈，这个真心感恩致辞哈，感恩高雷啊，好多啊，喜欢收婚哈，团队啊。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绝对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单身的夫人。夫人是 happy 啊，我感觉穿一个头巾啊，就是 happy 的。谢谢夫人。先是祝好，啊，咱这个协会是安尼好名都好甲真好，叫做小太阳吼。大家拢知道太阳永远都会存在，哦，日头是落山，但马上又起来吼。咱做起来，咱会唱一条歌吼，太阳下山，明天又爬起来吼、哦。所以讲，这个关怀的时，就是讲啊，24小时拢来关怀会着。啊嘛是讲，这个太阳既然嘛挂伫遮的时，是咱太阳里这个社区大福气。啊，这个啊，咱小太阳协会，阳光我嘛参加真济遍，啊，包括这个啊，顶回江阳的时吼，大家都伫遐做啊。做一寡啊，咱真好活动，啊，佮甲咱遮个时代人个时阵啊，教因讲要来养生，教因讲吼人生个时阵要来健康身体，哦，是来做足济个吼。啊，所以讲这最主要是咱啊，庄理事长伊用心，啊，佮这顾问团个时出钱出力，啊，当然嘛爱地面个时阵佮配合啦吼。啊，而且看到安尼今日安尼岁月大家连番吼，即联谊，安尼即个成功，人去即个是。啊，会员拢参加吼，所以讲起来，即阵表示讲地方经营了真好，啊，即个社团受到大家肯定甲认同，所以讲直接祝福，即个太阳愈来愈温暖，愈来啊，咱社务愈来愈进步。谢谢，感谢我们的草屯陈镇长，我们的周兴弟钟镇长。我是迄阵龙井老人会的理事长，啊。各家大家做伙行动中，非常比较配啦。实际上，大家拢算大家啦。
即回迄阵哦，我听讲迄阵咱这个当代表迄阵火火过来换跑道，但是咱正常的议员，林永豪嘛是要换跑道，啊，所以无议员，咱譬如讲国小的学区煞变成无议员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哦，尽量团结，那个尽快快哦，那个胖丁个杀起议会里方哦。哦，谢谢张，谢谢张总，这个听嘞，那个尽快快杀起议会方哦。哦，多一点，多一点，大家团结，那个尽快快杀起议会方哦，议会哦。好啦，啊，感谢我已经。大家来进度还要得哦，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感谢咱的林秘书长吼，林辉阳秘书长吼，这尼啊支持，这尼啊听众朋友，我来拍拼来冲到南投县议会，谢谢。啊，非常欢喜吼，会当来参加吼，啊，小太阳吼，啊，一年吼，岁末年终的。联谊会吼，啊，真歹势吼，因为委员吼肯定较侪，啊，无法度吼前来吼向大家吼致意吼，啊，由我在这吼向大家请安问好，啊，新年头旧年尾吼，啊，祝大家新的一年啊平安喜乐，健康如意，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李明良李特助。说来，未来邀请咱南投县议员简思胜服务处我们的张总。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饱咯。谢谢。谢谢，感谢。大家下班，大家好。好。这新的一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咱的主任啊，谢谢。我们的主委。
听，这个最适合我们长者永骨健身操。让慧慧进球哈，啊，那得千岁团爱注意啊哈，好，欢迎中中的议员的夫人哈，来你们麦克风，啊，那人跑去哪里？哎，就在我们的会址哈，那提到的地方真的很棒，场地非常的棒，那我们的长者每个礼拜二。在那边都可以做一些健康促进的活动，那我们的长者啊，那讲就是那个健康，那我们的长者都可以在地成功老化，乐活当下，让他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在家里小区来对桂林进。好，谢谢啊，谢谢，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我们黄凯丽施工音乐施工团，那我们今天的施工团本身是我们施工团的长。好，阿婶哈，对，算阿婶，阿婶，女蛇啊，唔是来收行嘛，十八公里雨啊，哦，嘿，一个给你哦，哎，阿舅呢？来，我们的志工大姐的，咱的望春风哦，第二首望春风，拄啊遐阿公阿妈还搁上台哦，吼，来，所以咱们先来独奏 solo 一曲，来，月亮代表谁的心啊？代表你的心啊？不对，是我的心吧？啊，月亮代表你我他大家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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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你不要坐，你过来。你这个工资哈，在别处里面的。我讲讲，你话啦。好，我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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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首曲子《望春风》。好 ，OK， 我就请他直接。要谁呀？哎，他们谁呀？好。很费人哈，那个啊，年轻人哈，来，我们请上舞台，请上舞台哈。可以的话都可以上来哈。你们上舞台。接着吧。
希望讲哦，这个年底啊，
啊，10月24号，李王嘛被算吼，啊，馆长嘛要搁建三年去吼，啊，咱的庄代表吼，就要搁建，要搁进一步，啊，要来参选啊，咱的馆李王吼，啊，请各位啊，咱这个啊，咱这太阳小太阳啊，牺牲关怀协会，大家拢甲咱的啊庄代表啊支持哦，啊，可以当啊进入啊，咱南投县议会啊。啊，来个馆长吼，到旁边到支持吼，我相信讲啊，馆长吼，啊，这三年来啊，啊，对咱草屯镇吼，嘛建设足济吼，啊，该做工课啊，我拢吼，啊，地方也歹做嘞，馆长拢捡起来做吼，啊，想建设吼，我也要回应个吼，啊，我即摆伫咱草屯镇啊，啊，伫要搁开发一个吼，真正有意义个九九方吼，咱这个游乐园区啊。哦，馆长话要继续哦，即摆已经上网咧征求厂商哦，啊，因为即咱迄块地啊本来是哦，去用文建会啊，甲咱买去哦，啊，馆长啊，伫顶年啊，佫编1亿800万啊，佫把即块地补了转来，啊，拢总有29公顷哦，啊，要好好甲咱南草屯镇哦，发展佫较进步，佫较发展，啊，有咱草屯镇哦，咱遮少年人啊，大家吼、哦、有工课好做，啊，会当啊。顺势吼，啊来找到工作，啊很服务啊，有当讲啊，树干草长，人口就莫搁有外流吼，啊馆长啊真正用心咧计划吼，啊才拜托各位啊，啊来甲我斗支持一下吼。像咱南投县啊，虽然财政无真好吼，但是呢，咱南投县啊，啊讲比台中市吼，台中市一年的预算是1800亿，咱南投县才偌济，200亿。但是咱服务的条件比台中市较好，是咱即摆南投县啊，拢总有35000几个学生啊在读书，营养午餐啊，我相信讲恁大家吼，来即摆在读国小啦、国中啊，咱这小朋友营养午餐啊，恁拢唔免拿钱，拢捐出力啦。办酒啊，一年啊，爱准备4亿的经费啊，有咱囡仔食营养午餐，因为这囡仔平时大汉，啊，中到就吃饱。因才有精神啊，读书吼，所以各位啊，咱这所有哦，咱即摆有囡仔伫即个在读书吼，馆长会将一年啊，甲恁省1万块吼，的即个叫营养午餐的经费哦，啊，大家是不是要甲馆长鼓掌一下？吼，咱家庭哦，一年啊，减负担1万块吼，啊，会使讲啊，馆长啊嘛真正拍拼吼，啊，馆长啊做3年哦。嘛，甲咱个馆库较早吼，老有爱借有啊，老有爱负债吼。馆长3年来，我嘛甲咱个馆库欠吼6亿3000多万哦。咱建设一角钱都不打折扣啊，搁增加啊，搁有呾欠负债吼，这是哦上无简单个啦哦。啊，咱个过去吼，诶，县政府啊，所借落来债务啊，馆长啊减债减比较3-4亿。哦，所以这三公啊，利润的现场啊做袂到啊，但是馆长啊，拢有法度做啊到吼。啊，请大家吼、啊，继续甲馆长啊拼上一下，因为这次吼、啊，我压力遮大啊，因为呢，民进党提名候选人吼，因啊有总统，啊有行政院，啊啊，佫有外法院，互伊在做靠山吼，财源遮充足的，但是馆长吼、啊，即摆啊变作孤儿啊，无人。无他好，伊无他好阿靠吼，啊！我这真靠着靠啥？靠咱各位啊，咱全民啊，都爱靠啥对无？虽然民进党提名有哦，有总统，有行政院长，有立法院长啊，但是咱无要紧，因许吼伫面顶头咧举办出来哦，但是咱基层啊，有大家啊，要甲斗相挺，我都唔惊吼。啊，拜托各位哦，大家吼来甲斗相共一下哦。虽然即个即候选人啊是咱草屯镇吼，但是各位啊，选足一个吼，会做工课。咱票选了恁面前，但是咱提迄面啊，提名吼，互咱个提拔吼，互即个民进党候选人去做大官吼。啊，而且再次拜托各位吼，啊，感谢各位啊，用这个时间哦，啊，馆长了，莫讲伤济。祝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新的一年有大家吼。事事啊，拢会当啊如意吼、哦！啊，今年是过年啦、啊，我咱啊福气旺旺来啦、啊、吼、哦！感谢各位，谢谢。好，我们就让我们的县长连任，打个招呼。
院长在甲大家叫叫，甲大家说一声，啊，你看到，实在讲的，我干那去到倒位，大家来讲啊，我唔捌看过管老爷啊吼，这么亲民的，啊，我甲大家报告吼，伊已经换几啊台车去啊，啊，恁啊吼。差不多吼，半年外多，恁阿来换新的。你看个外号走的吼，实在讲的吼，足好走。所以讲，即款个团长的，随时拢看会到，早时甲暗真正走无停的吼。所以讲，伫只困境吼，咱只好朋友吼，难讲的啦，出去一半啦，师傅是绝对袂用换啦吼，对不对啊？对。感谢啦吼，啊，真正甲咱做足济，甲咱我真趣的吼。十几年坚持袂落来吼，即个啊老人乘车吼300块变1000块，这样就是林馆长甲我答应，吼、哦，而且嘞，你看，咱来少少重阳迄敬老金啦、啊，本地金啦、啊、是500块尔，结果呢，我甲林馆长建议了后嘞，全变到1000块，甚至嘞75岁降到65岁，你啊看，这样嘞有赞无？大家有赞无？吼、哦。哦，尤其上重要、上重要的哦，上重要就是啊，一年要开4亿，开4亿，目前啊，普遍的县拢开袂起啦，干咱咧上县有票的县长才干尔，4万4亿哦，4亿，而且咧一顿只那个加5块，哦，你来看5块吼，迄加起来嘛爱真侪钱咧，所以讲咧。馆长就是南投甲花莲尔，剩咧拢总歹势吼，阿婆难干啊吼，拢讲因负担袂起啊。但是咧，咱个馆长就是有架势，讲坚持要让囡仔咧食免费个，搁食因个，搁加5块，甲拍分个吼。谢谢吼，感谢大家。啊，咱这么优秀认真个馆长个，绝对啊袂使予伊吼，安尼吼。啊，稀微类，一定嘞，爱好伊认真哦。啊，忙拿强势课，啊，竟然嘞，一直嘞，互恁来支持吼、哦。啊，已经16年吼，的议员啊，啊，而且拜托大家各家支持，互我下当来啊，当选着草根队的镇长，甲县长搁联系来建设，安尼好唔好？好。谢谢吼、哦。啊，最后嘞，上重要就是会会啊，这里。啊，我这一块吼，就留伊吼来拼，替我来拼啦吼。啊来，哦，过来监督着咱管府啊，甚至嘞来支持啊，过来小太阳哦，搁做较济工作。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吼！多谢大家，谢谢，多谢。我们的志工颁奖哈，来，感谢我们志工哈，对我们小太阳的一个照顾还有付出，让我们的会务可以更顺利、更成功。然后我们可以有序经营，让我们的社区的长者可以在我们的单位里面得到更多的健康促进的活动。感谢他们。还有第二个，对我们会务的一个付出，感谢你们，有你们，我们的小太阳会更好、更棒、更对。好，来，再来，我唱到第三波的第三批的志工，请大家来，袁玉珍志工，还有袁雅琪志工，郑凯珍志工，庄如来志工，廖桂华志工，林独旭志工，还有洪明池志工，还有林宝吴宝玉志工，还有林燕池志工，还有庄明春志工，还有林美娟志工，第三批的志工，来，我们等一下，请准备。好，简秀云志工。好，第三批的志工。好 ，OK 了，放下了，有了哈。好，谢谢志工。然后我们的总团长在留步，请留步。所以我们的游戏，等一下就不做游戏。您镇里的伙伴们要请准备，您镇里的伙伴，舞蹈的伙伴请准备。好，非常感谢我们总团长哈，出警跟出难哈，然后又感谢我们的志工，哇，带了很好的礼物，然后颁发给我们的志工们，表达他对志工的谢意哈。好。
天很久没去。好，谢谢。好 ，OK， 好，团长辛苦了，指导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哈，所以来，等一下。精彩。